真是小姑娘，没事了，我喜欢你。这韭菜咱刚摘活了，我去给它洗洗，再煎点这韭菜喝着吃。我的面上卤韭菜喝呢，真香够了。这个原来他老说家卤韭菜喝卤不好，不会卤。然后这要卖的，咋鲜咋卖，可有自己做的实惠。一个多呀嘛？它两颗的，只长的先长的颜色的不多，放了几斤了。你不是放的菜了对吧？还没有啥，没有啥物，没有啥物。这鸡蛋的做，不能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可不好，可太稀了，都这样关了吧，好不好？手很热，那锅有点大。啊，这两个擀圆的干啥？擀圆的。两个朝上一摊嘛，两个。两个摊一个嘛呢？一个摊一个那馅子，两个朝上那一合，不搁锅里捏一捏捏紧，搁锅里不管住了吗？不是包的搁那饺子那上的，搁饺子。我以为包的搁饺子那上的。我都包了，我感觉包的大呢。我都包了，我感觉包的大。今天还得吃完。那摊五个缸，那五个摊也摊不好了吗？大学生回来了。啊！手能来再说的。这没捏嘞，这吃完挺香的，还挺特别的。这期就结束了，关注小姑娘美食，别在下面留言。